什么？艾尔九九九队长失踪了？副队长有令，所有崎岖探员返回总部，清楚没有？崎岖。大闹基地，偷走时间飞船，现在还袭击队长，绝不能轻饶他们。第一次科技革命，第二次，第三次，很好很好，时空数据马上收集完毕，还差一点时空标尺就能完全校准，到时候我想去哪儿就去哪儿。我太苦了。切，不就边捣乱边用假信号引开崎岖探员吗？不对，假信号我还没放过呢。只要我们这个时代的崎岖特工队没有发现，就凭这些初代小鬼，根本阻止不了我达成真正目的回到那一天。那一天到底是哪一天哦？这跟你没关系啊。哼，给我制造时空起点去。滚，收到。这什么情况啊？马车，这剧情有点眼熟啊。那边还有怪怪事。来包薯片。不会吧，又没风了。真是的。总算出来了。根据资料，小镇的动力都变成了最原始的风力。这种怪事大家都不觉得奇怪？是时空起点，这是柠檬博士改变了影响世界的关键时刻导致的奇葩现象，对吧？没错，崎岖特工队，时空起点出现了。好，出动吧。青青，这次到底是啊？隔壁，那个隔壁。对呀，怎么换新造型啦？你的崎岖变身服呢？这个。根据分析，这是敌人的圈套。不过，我也还是要行动。没错，因为你是崎岖特工队。之前飞船被袭击的时候，我的徽章被弄坏了。不怕，青椒博士能修好它。不用不用，坏掉的徽章我已经丢了。可是啊，好了，凯奇，你这么关心女孩子衣服干嘛？我好吧。这次关键时刻是1776年，英国发明家瓦特在好友博尔顿的帮助下，造出了第一台可以食用的蒸汽机。蒸汽机？蒸汽机是一种将蒸汽能量转换为机械动能的装置。哦，懂了。蒸汽机是人类史上最重要的发明，可以说之后种种科技革新都是因为它才会出现。柠檬博士之所以扰乱时空，就是为了不让别人比自己出名。我们绝对要阻止他。出发，时间飞船，崎岖变形，发现违法穿越，目标1776年。放心，我艾尔999一定会捉住罪犯的。
怎么还没到啊？真是还有多久啊？再不开始我要回去了。对，浪费我时间啊。非常抱歉。啊，奇怪，怎么还不来啊？博尔顿厂长，到底还要等多久啊？我们来这荒郊野外可不是为了看你这铸造厂的。威利先生，请卖我个面子，他马上就回来了。十分钟，希望你别让我失信于人，不然这英国不会再有你立足之地。非常感谢，放心，敢让您当介绍人，我是绝对有信心的。划时代的发明，你赌上一切帮的那小子真办得到吗？那当然，所以我才会拜托您请这些大人物来见证，有他们的担保，发明一定能顺利推广，这个世界将会因为他，因为瓦特而改变。飞轮、活塞、气缸，这都是蒸汽机的部件。可关键的瓦特先生呢？凯奇，再这么下去，蒸汽机的发表就会取消，博尔顿可要破产了。破产？对，没了博尔顿支持，瓦特就没法继续研究了。杜哥，杜比戈比，对，我们分头找。不用了。前方发现瓦特的生命信号，附近还有高能量反应。高能量？瓦特身上有危险，快！哼，特团队走喽，锁定目标。哎，就让他来搞事情吧。嗯，温度下降了，不过冷凝器要达到完美还差一点。瓦特先生，本喵来也。疼！哦，你们是谁？想干什么？冷静，我们奇趣特工是来保护你去发布会的。奇趣特工？走吧，再磨蹭你的朋友就要破产了。就是因为博尔顿，我才不能马上去。娘，他相信我能造出完美的蒸汽机，所以就算0.001的瑕疵，我也绝不允许存在。可时间快要过了，你就不担心发布会取消吗？哼，我相信他，就像他相信我一样。所以我要做的事只有一件，那就是造出足以改变世界的蒸汽机。不行，滚！哼，我才不准呢！这也是你们的朋友？怎么可能？那是坏柠檬。蒸汽喷喷，前轮大冲锋！压成小饼饼！休想！逆转光枪！火箭！看招！火箭拳连环发射！铁轮战斩！不会吧！好你个破轮子，等着！驯龙战车出动！驯龙战车奇趣变形，看本喵驯龙的无影侠！蒸汽加速！娘！
我最凶！糟糕！完了完了！没事。吓死了柠檬了，再来，蒸汽加一。讨厌，走下去了。没问题，通天金刚剪，奇趣爆发。奇趣特工，任务成功！瓦特先生，我们快去发布会吧。可是我的冷凝器还有一点。哎呀，那就别走别动吧。哎，等等。酷啊！好厉害！完美！这到底是怎么做到的？蒸汽机实在是太方便了。哎，怎么样？嘚瑟什么呢？就这还差得远呢。对，想要改变世界，我可少不了你的帮助。当然。